皇太后，奴婢叫婴儿。婴儿多大了？回皇太后，奴婢今年整16岁。16岁，这16岁的花样还是真不少哦。母后，启科。谢皇太后。皇上。儿臣在。怎么，不许我问婴儿的话呀？儿臣怎么敢呢？不敢。那刚才为什么要打岔呢？儿臣，干娘，我没听见皇上打岔啊。荣丫头，皇上刚才明明打岔，这会儿你又来打岔。干娘，照您这么个说法，您是说头一个先打岔的就是干娘您自个儿了？我什么时候打岔来着？啊，刚才皇上在教婴儿念书，您不是一闯进来，一吼，打断他们两个了吗？念书？这皇上念一句书，还得两位师傅教上半天呢。哦。这会儿又教上别人念书喽。干娘，您不是常说女儿的书念得很好吗？不错，荣丫头，你跟皇上是一样的聪明，只是你比皇上用心，不像皇上一天到晚东跑西跑，一会儿捡鱼了，一会儿又找婴儿聊天了。哼，依我看呐，这念书上头你是比皇上强多喽。皇额娘，你怎么，皇上我又说错了？干娘，您知不知道我女儿的书，女
琴是皇上教的。你的书是皇上教的？那可不。荣丫头，你又在替皇上脸上贴金了。啊，干娘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两位师傅，哪一天不是两位师傅说一遍，皇上再讲一遍给我听听。荣丫头，干娘，这下你该相信皇上能教婴儿念书了吧？婴儿，奴婢在。你给本宫照实说，是你把皇上召来的，还是？不，皇额娘，是儿臣这个上这来找婴儿的。皇上，我在问婴儿的话呢。婴儿，皇上已经带你回过话了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再说一遍吧。荣丫头，别插嘴。干娘，我没插嘴，我是帮着您在催他答话嘛。婴儿，奴婢在。跟本宫回长生宫去。皇太后，皇太后，我。婴儿姑娘，请吧。皇上，皇上。皇额娘，您这是。干娘，婴儿是钟粹宫的人呐。钟粹宫的人又怎么样？难道说就不能调到我长春宫来吗？干娘，您要叫婴儿到长春宫去，那应该先跟母后说一声吧。荣丫头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是。小顺子，奴才在。几点了？回主子，现在是午后三点了。嗯。皇上。儿臣在。这个时候，是不是你跟荣丫头该上书房了？可是。还不快去！我皇上，皇上，谁让你站起来回话了？婴儿，要是为了你耽误了皇上跟荣寿公主上书房的时间，让两位师傅老等，又为了你耽误了皇上跟荣寿公主的功课，看我不把你送到净室房，让他们重打你一顿，然后赶出宫去。皇太后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皇上，快去吧。我。啊，咱们走吧。堂堂的大清皇上，还不如荣丫头懂事儿。皇上，咱们先走，待会儿。我再陪您上这儿来看婴儿。小顺子，奴才在。带走。扎。皇太后，皇太后。再嚷嚷，看我不要了你的小命。那个凶巴巴的姑娘，她是妖妞啊，她叫鹿儿。哟，我说程大爷，奴家是在问您，她可是您的相好的啊？这相好的？不，她只不过是新挑选入宫的八旗秀女儿。那为什么他刚才说，就算全天底下的男人全都死绝了，
她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啊，那是因为，那是因为，这儿的慈禧皇太后，指婚把她许配给我了。慈禧皇太后，哎，把她许配给你了。哎哎哎。哼，常大爷，那就恭喜您了，您就快要成亲了。不，我才不要他呢。您不要他？嗯，那您是？妖妞啊，我心里边喜欢的人，这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呀，常大爷，嗯，我这个人呐，生来就笨，我可不会打什么哑谜。这妖妞，这哪儿话呀？我瞧您是再聪明不过了，这我这个哑谜，看样子就晓得您早就猜出来了。我这心里边喜欢的美人，就是您呀，常大爷。嗯，程大爷好。嗯，启哥。玉子姑娘，这位是？程大爷，您不必给我引荐了，我这会儿是打钟粹工，十万火急的赶到这儿，专程知会您一声，怕您中了圈套，上了大当了。我中了圈套，上了大当啊！这玉子姑娘，您是说什么缘故？怎么个经过？您不妨回客仔细的想一想。我这会儿来知会您的是，安德海已经去请王爷了，王爷就要到了啊！玉子姑娘，您是说我爹马上就到这儿来了？不错，程大爷，您是打算跟王爷打个照面呢，还是36计走为上策？那就要看您是怎么个盘算了。盘算？这盘算？盘算马上走啊！妖妞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我爹马上就要来这儿，咱们赶紧逃吧。程大爷，逃？那咱们往哪儿逃嘛？说也是啊，程大爷，说您机灵，您还真笨，这种事啊，只晓得做而不懂得躲。你们俩一个逃了，一个留在这儿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对，对极了，对极了，玉子姑娘。哎，妖妞啊，那您就在这儿别动，我呢，这赶紧溜出去回书房去了。程大爷。您什么时候再来看我？我尽快来，我尽快就会来的啊！玉子姑娘，谢谢你了。哎，玉子姑娘，要是你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……你请便吧，谢谢。是啊，皇太后驾到。回主子还没呢，那宰成跟那个女的呢？回主子一前一后，总算及时的溜了。那还好，这宰成总算是逃过这道关口了。回主子怕的不是这道关口，而是天长日久。天长日久，玉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回主子，奴婢担心的是，隔不了多久，程大爷还会回来找那个女的。御朕恭亲王到，御朕恭亲王到。皇太后提醒。六爷请起。谢皇太后。王爷吉祥。起客。谢王爷。哎，这
程大爷呢？程大爷，安公公，咱们来了老大半天，并没瞧见程大爷呀。安大海，奴才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王爷，程大爷跟那狐妹子女的刚才还在这儿呢。狐妹子女的，安公公，西宫皇太后从来不用宫女儿，你们长春宫上上下下全都是太监，除了你们主子西宫皇太后，哪儿来的什么狐妹子女的呀？这个，安德海，奴才在。是不是你又在造谣生事、搬弄是非了？奴才不敢，奴才斗胆也不敢。回皇太后，刚才安德海匆匆忙忙到慈宁宫，他说陈儿、还陆儿，还有一个狐妹子女的，在这儿大吵大闹。哼，我就知道，安德海，准又是你在造谣生事、搬弄是非。回皇太后，奴才冤枉，奴才冤枉。回皇太后，刚才程大爷在这儿大吵大闹，奴才的主子亲眼得见的。皇太后，您不相信，您可以问奴才的主子。不行，西宫太后说到就到，这么一问，事情又要揭穿了。安大海，奴才在。那你的主子呢？请王爷耐心坐一会儿，奴才的主子一会儿就会来。安公公，又何必等你们主子来呢？这会儿已经三点多了，就让王爷到宰臣贝勒爷的房间去瞧瞧，他是不是在那儿念书？玉子说的对，这会儿我就到书房去看看。六爷，正好，我也跟你一块儿去看看。是太后。受顾伦公主，今天要讲的还是上次没讲完的那句“君子不重”。君子不重则官之吧。载涛，你究竟让不让我把这个讲完呢？啊，那么不懂的规矩，师父一讲课你就打岔。不是王师傅。什么不是王师傅？王师傅，我是说，我说是王师傅，是王师傅。回翁师傅。我闹，我又成了回翁师傅。不是回翁师傅。学生是说回翁师傅的话。因为学生的爹，学生的娘，生下学生。学生一生下来，就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结巴，这结巴讲话，难免要结结巴巴的，所以就把回翁师傅，给说成回翁师傅，其实，我学生是说，好了，你再这么结巴下去，师傅的肠子都打结了，肠子打结了，肠子打结了。皇上，我结巴，这翁师傅说，他肠子打结了。再立再套。
学生站，你们有话就快点说。翁师傅要讲书了。哎，是。什么是？叫你们说，你们又不说了，就是了。哎，回翁师傅，这学生的意思是说，宰成不在这儿。我知道。哎，这翁师傅，这学生是一番好意，此之所谓尊师重道，多多讨好者也。宰涛，你告诉我，这宰成不在，这叫尊师重道？哎，对，这待会儿皇上，又不念书，又说话，又分心，这翁师傅，要骂起人来，这一时又找不着人挨骂。哎，对，那可不，翁师傅。好了，你们俩都回去坐下。是。宰涛、宰礼，在。幸亏你们哥俩提醒我，待会儿师傅要骂人的时候，宰成不在，就正好骂你们俩。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顾。宰礼，臣在。你看看表，现在几点了？是皇上，现在3:01，刚过，这3:30还不到，大概是3:16-17:89吧。宰涛，学生在，这不是我呀，不是你，谁让你是这洪德殿的伴读呢？又是皇上的堂弟，还是宰成的胞弟啊？哎，这皇上创过，我老大不在，我老二冤枉。哼，坐下，你们俩都坐下。君子不重则不威。侍郎，皇太后驾到，恭亲王到。学则不顾。皇上，我爹跟母后都来了。母后来了，来了正好。母后吉祥。皇上容受公主请起。谢母后。皇太后吉祥。吉祥。王爷吉祥。起客。谢皇太后。皇上吉祥。起客。谢皇上。小辫子，你可以起床走路了。回皇上，奴才早就应该来伺候当差了。那好极了。翁师傅，奴才在。这宰成怎么没瞧见他在这儿呢？回皇太后，这宰成，哎，来，皇太后吉祥。起客。谢皇太后。爹。宰成。爹。你是从哪来？我是刚从王府里边来啊。你没骗我？没有骗您。你来了正好，这下宁儿可有救。婷儿有救了？皇上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回母后，宁儿她是给黄哥俩给逮走了。婴儿被你皇额娘逮走了，
真有这回事吗？回母后，儿臣的黄格良把婴儿带到长春宫去了，本人请母后赶快到长春宫叫婴儿。可是好没由来的，你黄二娘为什么要带走婴儿呢？这个回母后，皇上是在您的书房里教婴儿读书，可是干娘就不声不响的往你里头走了。他当时很生气，不容儿臣跟小妹生辩，把儿臣跟小妹脸上的学课，叫小顺子把婴儿给带走。六爷，臣在。你听见了没有？这西宫皇太后上我钟粹宫里，轰走了皇上跟荣寿公主，还逮走了住在我宫里的一名秀女婴儿，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，这也外面太不像话了吧。回皇太后，依臣所想，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缘故。有什么缘故？就是有天大的缘故，他也不能闯进钟粹宫里去逮人呢。母后，你赶快到长春宫把婴儿给带回去。李鸿藻，奴才在。宣本宫遗旨，立刻在养心殿议事。杀！姐姐，您说我从钟粹宫带走的就是这个女孩吗？婴儿，奴婢在。你把头抬起来。奴婢，本宫叫你把头抬起来。皇太后，你说。是谁把你的脸给抓伤的？回太后，奴婢不敢说。妹子，姐姐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是不是你把婴儿的脸给抓伤的？不错，谁让这个婴儿一问三不知？妹子实在是气不过了，伸手就抓了他一把。文祥，奴才在。你曾历仕仁宗睿皇帝、宣宗成皇帝，你是大清的三朝元老，你给我说，这东西两宫是以谁为主，以谁为父？回太后，当然是以东宫为主，西宫为父了。谁说的？回两宫太后，当年先皇驾崩，朝你一诏的时候，以东西两宫并列，东宫称为母后皇太后，西宫称为圣母皇太后。既然东西两宫并列为皇太后，凭什么说以东宫为主，西宫为父呢？奴才明善。请问慈禧皇太后，如果皇太后一定要说东宫西宫两宫并列，那为什么太后和宝云提到两宫皇太后的时候也说东宫在前西宫在后？在前在后跟两宫并列有什么关系？安德汉，你懂不懂？既有前后之别，怎么可以齐同并列？明善，你这叫强词夺理。宝云，你也敢说我强词夺理？齐同并列是说两宫太后地位不分高下，关系不分主次。如果尊称两宫太后，
也能是慈禧太后、慈安太后一同道出口。哼，保中堂，翁大人，有什么事情？请问保中堂，这慈安皇太后在前朝是钮钴禄氏皇后，那慈禧皇太后呢？奴才在。本宫不怕你揭我的底儿。不错，本宫承蒙先皇帝册封为懿贵妃。回皇太后，奴才不敢揭皇太后的底儿，只不过这皇后与贵妃之间，总不能说没有个上下高低。你回皇太后，当年先皇帝草拟遗诏之时，老臣也在一旁伺候。先皇帝在遗诏上明明地写着，原明历万历朝历，两后并尊皇太后，但仍争是区别。皇后的徽号是母后皇太后，而宜贵妃的徽号是圣皇太后。保中堂，你还敢说这两宫太后之间的地位没有个上下之分，这关系没有个主从之别吗？妹子，姐姐，这两宫太后，我为高，你在下，我是主，你为从，你怎么可以到我中翠宫里随意拿下婴儿，逮到你长春宫去，把他当成一名囚犯似的严刑拷打，把他的脸都给抓伤了呢？姐姐，您可知道这婴儿犯的是什么罪名吗？什么罪名？婴儿他总不会是偷是抢吧？这婴儿一连两次玄弄色相，迷惑皇上。冤枉皇太后，冤枉啊！这婴儿他是我宫里的人，就算他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也轮不到你管。难道说这皇上就不是我的儿子吗？您可别忘了，这皇上可是我生的。你胆敢说出这种话来？怎么，皇上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能说不是吗？就算皇上是你生的，按大清祖宗家法，皇上也是我的儿子。谁让你没给先皇帝养出个儿子来呢？你们听听，他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说的是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这是千真万确，一句都假不了的真话。两宫太后息怒。怎么？我生的儿子当了皇上，你就瞧不过眼，熬不过去了是不是？亏你还跟我一字并肩，母仪天下。你为了想拉拢皇上，叫那六个女孩去勾引皇上，带坏皇上，硬把皇上往你那儿拉呀。兰儿，太不像话，你太不像话。我不像话？你不想想你自个儿做的事儿像话吗？回两宫太后。六爷，你倒是说句公道话，你说句公道话。对，六爷，你来评评这个理，你来评评这个理。回两宫太后，臣无法评这个理。两宫太后闹到这个地步，臣只有恭请太皇太后上殿。对了，六爷，你快去请母后来，快去请母后来。
臣请告退。六爷，一心。皇上是我生，你就是把天王老子请来，本宫也不怕。我那老妹子就要到了，我那嫡嫡亲亲的老妹子就要到了。回太皇太后，可不是你那个嫡嫡亲亲十年没见面的老妹子到了吗？这个多罗君王福晋，打从这个远在黑龙江赶来看你。回太皇太后，多罗君王新婚。这一会儿，您大可以留夺福晋住下了。嗯，我是要留他住下，要留他住下的。多罗君王福晋到。来了，来了。多罗君王福晋到。太皇太后吉祥，太皇太后吉祥。老妹子，快请起，请起呀。这位是啊，太皇太后，您被复国事以后，如今晚儿我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了。倩儿，快给你姨奶奶再请个安呐。姨奶奶、姨孙女倩儿跟您请安。起开，倩儿啊，哎呦，上回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才像我的乖孙女这么大。这会儿已经长成那么标致的个大姑娘了。回姨奶奶，倩儿今年已经18岁了。哦，倩儿已经18岁了，那你比我的乖孙女儿大一轮，大一轮呢。姨娘吉祥。吉祥。哎呦，快起来吧。谢姨娘。多福晋吉祥，倩姑娘好。哎呦，穆公公，康妈妈，你们两位是太皇太后跟前老人，我们祖孙两个怎么当起你们大礼呢？快起来吧。穆公公好，康妈妈好。奴才当不上，当不起。多福晋，前喜您老人家有那么一位好的孙女儿，长得又俊又美，又是那么聪明伶俐。可惜倩儿比我那乖孙女儿大一轮，要不然你们表姊妹两个正好做个伴儿呢。哎呦，我的老主子，这个表姊妹跟这个亲姊妹一样，不论大小，咱们这个荣寿公主跟倩姑娘在一块儿啊，奴才可以担保是合得来的呀。老妹子，快请坐，快坐下。老妹子，咱们老姊妹两个这一别十年，可是有10天10夜聊不完的话啊。恭亲王到，恭亲王到。哎呀，我那天下无双的好外甥回来了。嗯，是老六，是老六。他倒是有这份孝心，一天上我这儿来上好几趟呢。太皇太后吉祥，二姨娘吉祥。快请起来吧。谢二姨娘。王爷，10多年没见，您怎么还是这样啊？二姨娘，托您的福。哦，倩儿啊，快给你表叔请安呢。王爷吉祥。这是倩儿，都长那么大。阿比龙，奴才在。你在那儿鬼鬼祟祟，指手画脚嘀咕什么呢？回太皇太后，
奴才是迫不得已，不能不提醒一声王爷，养心殿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。啊，儿子，养心殿闹得不可开交了，这会儿你到我这儿来是？娘，东西两宫太后在殿上大吵大闹，儿臣无法可施，只好大胆地请娘上殿排解排解。那一定是西宫。小木子，唱。替我去请先帝的遗诏。好，请先帝遗诏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天天吵吵闹闹，时刻无孽不安。与其让西宫这样的闹下去，闹到咱们大清亡了为止，我为了挽救大清，平息纷争，也就只好请出先帝的遗诏。娘，您请出先帝的遗诏是？慈禧胆敢横行不法，应由本宫立即处死。慈禧咄咄逼人，慈安忍无可忍。太皇太后早就认定了他是王大清的祸根，可是慈禧并不知道咸丰皇帝还有这一道必要的时候将他处死的遗诏，因此之故，太皇太后这一上殿，可就是慈禧的性命关头了。剧情紧张，剧力雷霆万钧，请您明天别忘了收看《再生缘》第16集《慈禧太后死到临头》。